不堪连年以来的亏损，联电呢昨天在董事会当中决议哦，要结束日本晶圆制造业务。联电直接持有100%股权的子公司 UMC Japan， 过去几季平均每一季大约都认列了3到4亿台币的亏损，再加上国际景气不明、日本客户需求减少等等的因素，联电才会决定要进行清算。而外资哦，昨天也大砍了联电持股1.5万张。所以我们对未来啊。真的是觉得变化非常的快速。产业变化快，不堪连年亏损，联电21号董事会决议，为了整合制造资源，并且降低营运成本，决定结束日本晶圆制造业务，解散并清算直接持有100%股份的子公司 UMC Japan。过去传统都是第三季是旺季，那看来今年下半年跟去年有点像，会变成比较弱。联电表示 ，UMC Japan 过去几季平均每季都约认列3到4亿元台币的亏损，加上国际经济景气不明、日本客户需求衰退，而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之后，能源供应不稳定，半导体上下游相关产业更是纷纷以减产或是关厂缩兵因应。UMC Japan 目前有一座月产能约20000片的8寸晶圆厂，联电1998年以4亿元台币入主，当时市场认为是划算的交易，入主后第二年就成。工转亏为盈，到了2000年，盈余高达120亿日元，大约是45.2亿台币，是联电在日本市场最风光的时期。不过近年来，8寸晶圆厂在市场竞争力已经不如12寸厂，最终仍然难敌大环境，收摊营运。东森财经新闻。